芥末、菜是酸辣。 每一只每不是说每一只都是大的吧，就是一份虾子是这样的配的，有一只小一点，五只，来看看啊，现捞现烤的虾，这一份要放上面了，那现烤烤过来拿过去，我再放进去，放钱放，这个500妹妹，有200有300的有500的啊，两样，哎，谢谢湖南的邵阳。 啥样妹子啊？我是湖北的，你湖北的，谢谢老乡。湖北的，反正大陆来的都是老乡。这样的500，这样的300，这样的200。哎呀妈，这个真好吃，再等一下就没有了啊！来吃虾子啊！
现烤的啊，看一下啊，哇，最新鲜最好吃的啊。 来泰国玩，想要煎饼啊，配料旁边六种都可以选两种哦。来泰国旁边六种都可以选两种啊。然后像我们用这种也有，就是泰国进口的椰子油，我们不是用沙拉油，椰子油。那你要什么配料？ 配什么？选两个哦。那你要巧克力配点杏仁片，配点棉花糖都不错哦。
喜欢的话可以吃棉花糖啊，不喜欢再点的话吃西洋片啊。稍等一下就好了。里面请。不要你吃，饭就很好吃的。你好，上班看啊，上班躺地上，烟，一招一招。